让我在坏人面前丢脸了。我空气很大，我把这果子点了吧，把这果子点了。没来，暂时没来，不知道。来了来了来了，别开了别开了。来，那还行，换野区也还行。对，你们直接推线，你们下路直接推线。要不要帮忙？把线放回来吧。没办法，你推线，我上下面去。点了也直接 A B 嘛。我们要推线。我不点也了，推不了 A B， 我推不了线的前面。推不了线吗？那我自己看吧，那你红开呗。觉得是 Q 啊。他是红开的，好像。他是红开的，是红开的。是我们红开。下路人推线吗？猛推，三门猛推。他娘子应该回去了。哎，那个位置小心。哎，别上去，别上去。回去了。我猛猛推，现在正在看一下怎么处理。没事，他 A 不了，他 A 不了。爱听吗？我们这里有眼，我们这边应该有眼，不信。我刷上去，没事，亏个红无所谓的。上半也需要帮我刷，不过中上等下尽量推吧，要帮我守上半野区的。我有推荐吗？我讨厌投这个。你等下可以开始推了，等我吃完三狼。好，你说推的时候叫我一下，我就开始猛推。三野三 v 三能赢吗？那边？能赢，三选的。他把E交了，他爆不了W。三二四，蓝家可能在下，小心啊！可以推了，小猛可以推了，我过去。对，蓝家回家喽。蓝家在下，我觉得是在下的。那么他可能放眼了，你要拿河蟹，我可以来。你拿河蟹，我能来。蓝家在，我一时间到。蓝家不在下是吧？不在下。在中，蓝家在中。下一波线给你报告。算了，已经来不及了。我蓝已经不够了，我已经没有蓝了。撤吧，你把这个兵吃了，撤了吧。撤吧，就亏一点吧，无所谓的。放松。蓝家看到没？塔姆没闪，没虚弱 ，AD 没治疗的。冰女能靠回去啊，冰女能靠啊，小心。随便打，只要对面下路不来，随便打的。走，小猛走，冰女撤。没事，不用怕的。我的。这哪里还不用怕？真不用怕，兄弟。包了，你真不用怕。没事，很赚，金刚也杀到他炸了。可以，没事。只要这波我过来的话，没事，不用管我，推中线就行了。闪九分钟，塔姆的闪大概八分多少？七分多少？下路我能来一波，他 CD 很快。没什么机会 ，AD 有闪的，对 ，AD 有闪的，发育吧，再把发育进来。上路也有。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我是下半野区一把的时候。这线控吗？还是推？推吧，控不住，直接推吧，控不了。蓝枪要刷下来了。拿刀跟我差不多的，都是二级夜关。我的夜真眼给，先别给中和道，其实会好一点。你可以去中路给，对我给中和道会好一点。他们没扫的，他们下路是没有带扫描的。OK， 应该回去了。我等级这把很高，先封团，等我六级。回去了，可以打。蓝枪好像还行。等级不高，对，他没怎么刷野的，他这样跑来跑去的，封杀。超梦脚，今天你没闪，我看这刷，我在爆慢。加油，有机会，加油！我操，一打二。说我们下路要不要来投一打二？我的战力现在可能没有维鲁斯高。我不该吃这个，蓝枪没闪。哎，我的，我不吃 F 六应该能救到你。没事。好，我99，没有残血小兵，这波是小兵的问题，有个小兵操作，蓝枪没闪现。蓝枪没闪，我赶紧，你直接，蓝枪是没闪的，蓝枪没 E， 我不是卡面有技能。
啊，感觉隔你两枪可以直接杀。蓝枪没闪。卡米尔伤害不高，往小往那边拉。你拉一下，应该也能收。能收。不亏。他没 E， 没闪。谁站站吧？有助攻，耐杀。你小心啊！不亏。好，收到，我也出。我这边要去上半野区啊，下路小心。好。哎，没卡住。冰女呢？冰女 miss， 冰女 miss， 冰女 miss。双方支援这边线往后靠吧，冰女 miss， 你小心，很小心。三六了。没事，不用怕的。你去射河蟹吧，我没空了。蓝枪在小龙六级了。这波的强枪冰女有大的。塔姆不见。也没塔姆在。没事，要把我们蓝好像。蓝丢个眼吧。这个蓝应该要不了我的钱了，肯定要四包二。撤吗？这波很危险，撤吧。我们越上吧。撤吧。嗯。没 TP 直接撤吧。等他们那个。等他冰女露头嘛。对，漏了，漏了。我六了。我在上哦，长毛，你看情况可以直接二了。那我直接动手吧。能挡 E 吗？他们在打小。被单杀了，好 ，A 一下吧。Nice。小心啊，冰女差点会自杀的。我要进他们好吧。交闪了，冰女。没事，我是上半野区。你们能打先锋吗？他们全在下，还没大了。我要先反他吧。我还有大，我还能复活出来保一手。冰女没闪， okay。 没大。我吃完一技还能开的。冰女没大。他们应该默认放的。你出来直接去下吧。我出来直接去下吗？对，你直接去下，我可以保你吃下的。我去看先锋票。啊。不能再亏了。我去保先锋就好了，他们不一定能接。要靠一下。冰女大的，这波应该没大的。随便打了，新大有大。他没大的。他们有个线眼啊，这个位置。放了。我要绕过来保你。我们下路需要支援。冰女没大。我这波毙了，肯飞。他其实可能不会来约我。我在后面看你就好了。冰女这波他要毙了，没蓝了。他们约不了的，维鲁斯也没蓝的。下面是没野区啊，我他妈上路再找一个机会吧。或者看情况，我们直接推掉好吗？这个还好。不用推太快，我还能杀他。我直接帮你反推。唐某人呢？不知道在哪。打他压他吧，把那边蓝枪骗。我没大，主要是。应该下去了吧？这波塔姆上来了，塔姆上来了。下路等我出金石吧，等我出金石是个治疗，但我没大招现在。他蓝枪来保，蓝枪在下呢，蓝枪在保他。他们不知道我位置，冰女面子，往后拉吧。嗯。位置有点危险的位置。你们等我，我要打金石。不用 Q 不到就好了。那我毙了。这金石很关键，不需要什么运气。祝你好运哦。他们下午谁没闪？都有了，应该都有闪了。现在，那是不是发育会比较好一点啊？现在，看你。我大招好了，上半局上，我现在上半局不用管了，我一个二都随便打了。男枪应该在河蟹的，先让你。可以靠一下，有可能靠一下。我有大。我刚回家出来，可能来的没那么快哦。看我吧。那我只能在中间，我能看啊，我有大的。那我先恢复心石。如果你要进攻的话，你得提前跟我说了，不然我一直看。我知道。OK。那跑来跑去。没有，我刚刚这里是准备回输出信息的，等点钱，然后买个生意。感觉杀塔姆也挺有气，我有秒表去一下。要不你就去抓中吧，去帮中路发现。下路可以发育一下。其实下路可以发育一下。下路只要不被越就行了。那你们也要靠哦。我有大的，就一定比对面快，只要自己去操作就好了。
只要告诉我你想干什么，我就可以。应该也没闪，有冰女的位置吗？我在靠。蓝枪，有冰女的位置吗？看你冰女在哪？冰女在哪？知道，不确定。好像上去了吗？你如果他你死，我们人推中。啊？对，如果你被抓，我们人推中的。双人组上去了，双人组去中了，双人组。来了，我进，双人组去大坝，来不来？来不来？那你没闪没？先推线，我姐先推线。双人组先看吧，辣椒。双人组不见，双人组不见。稍微慢点，拉走了。他们人都来了。维鲁斯在，是大师吗？维鲁斯在。这边看一下吧。井然能靠吗？这边。我天，青钢也来不了，青钢也来不了，青钢也回家了。青钢在线上很残。我好像打进来，我真的好像。青钢也很残，兄弟们能包一下吗？能包，我们来了，很残很残很残。他们人都在后面。他没闪，没闪没大，直接杀就行了。没闪没大的。我有啊，没事。往后拉，往后拉，小心蓝枪大招。打呀！我挡不住啊。走，没事。哎，我刚刚塔了。宝龙三十秒。这波要招先锋了。你先锋招哪呢？你要么就直接复活招上路。我能把这塔拆了，中了他。哎，我操，不一定撞得好，撞得你复活没地方放就放上吧。可以看不？哎，我可以看的。那我招了。嗯，你可以下去或者跟我起来也都可以。我跟你一起来吧，叫小龙给的，后面团好打的。目的是个先锋。我讨厌投这个。南枪没往上靠，他要拿小龙了感觉。他这是可血男枪还是什么男枪啊？可血厉害。男枪没闪，冰女好像没交。冰女没闪，冰女没闪。能拆上二盘吗？你们拆上路吧，先。不知道能不能拆上二。啊，看我，给看我一下，没事。可以尝试一下。他们要去打小龙，他们要打小龙的。我刚回家出来，你们可以继续推他们。可以。塔姆不见，塔姆。他们应该不敢守的。塔姆不见。OK。直接 A 塔，他不敢踹的 ，A 塔就行。A 塔，冰女没大了。你们得快点啊！推完直接走吧，他们多野。没事，我在，他们不敢上。塔姆，你们直接走吧。走吧，很赞很赞。先锋，蓝枪没闪啊，太怕。先锋要刷了，我还是补黑切吧，这局毕竟败局。蓝枪在下路又漏了，中路视野根本做不了呀，他这个弹药刀的不开。等下我们打先锋团吗？这波这一战斗力怎么样？还行，谁打的？我战力肯定没维鲁斯强，他肯定他作用比我大的，他一个大招作用就比我大。你实际输出比较强。实际输出，他爆发高，持续输出可能我强一点。先锋怎么说？我感觉我们能接啊，我这波我可以看冰女的，我冰女男枪都能看。维鲁斯不见了，没扫到，我们扫了，好像在我们野区啊，什么维鲁斯，维鲁斯是上来的，他不带眼了，我用个针，好救一下，要停吗？他伤害好像死了，我是闪不到那个位置去吗？应该也没大了，他们还没开先锋，好打呀，捡起来吧，没闪没大的。一波换先给他单抓，我得先去守下嘛，这先锋。怎么办？给了。要不要打？要打就来，不打就去下路。我先去下路。不打的话是五打四。卡米尔是啊，这不太好，让了吧。他们卡米尔没来呀、啊，兄弟们。他有 T， 这里还有眼。这个人好装呀！双鱼塔要掉了，你们那个位置在这里卡。能开吗？这不。看。北风能来吗？北风不在，算了吧，他不在。他们蓝要进吗？这蓝可以进啊！北风不过来打不了呀。我可以来的，要进的话可以来的。你得快点，这太慢了，太远了。能不能绕过去吗？我这里有眼看到我了。不行，冰女在。
这里有眼，一直入不到野。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打一下架的，他们讲完野，得去他们野区打。能拆上二塔吗？去野区逛一圈吗？弹枪在不在上面？不在。OK。OK， 回下吧。小龙打啊。那我去下，你带上吧，你有踢。中一塔掉了，中一塔已经没了。没事没事，确实没了。他们有先锋这波，两天我们还是。你看有谁啊？两件塔。等级很高。我。夏龙能看一下新干影吗？我能拉他。我也会。转过来。啊，感觉跟不上。拆下的好吧，我野区钻一下，往野区钻一下。我不是警察。这边谁可以打？毕竟这时间不在的。回到那边太难受了。下塔半血，能跟我一起压一下吗？他们兵力不在，可以压。他们应该会放的，你们过来的话。一起 A 了吧。他们人都在，两个都在上路。等小龙吧，要不去上路防守一下吧。我去上路吧。你去上，你去上，他杀不了你的。我还差一千。不着急，这波我们顶一下，下波你再发力。就清干一不来，你就不用来，你就补刀就行了，他塔下也杀不了你。我可以把稍微蓝枪上去啊，蓝枪塔姆上去了。你看这，他们可能不要在小龙有加料，越我也没那么好越的，你们稍微靠一下吧。加料能看你的，他们知道我上面就走了。加料加料能看你的，他这个先锋上路塔是很多的。推了推了推了，加火给大直接。上来塔姆要来了，够了。小龙来小龙来小龙来，太大了，小龙塔有点接不了。我能打的呀，能打的呀，你来呀，你来，你来。我先在上，你先过去，我也踢了。他们怎么走？可以看兵女吗？小兵他秒了，他很高。哎，我操！哎，塔姆顶起来了。我这个位置还可以，我打到对面 AD 能杀。塔姆没啊，塔姆没啊，然后维鲁斯没啊。你们不来的话，我们打野都死了。是的，打野死了。退吧，可能死了这个位置。上不了，上了没有？太快了，太慢了。有点小危险，他要反打我了。不理他。没双招，没双招，没双招。看不了。对面 AD 没双了。塔姆的头还可以吧？感觉我们得打一下。你刚引过来了吗？下路得守一波。他从这里绕过来的吗？从哪个位置过来？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跟他猛猛接团呀！他没大，他没大，他没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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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秒表，他有个表，你注意。蓝枪也没大，蓝枪也没大。看我一下吗？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可惜了，第一个 Q 空了呢。有大龙，哎，往下推，新疆你是没大的，能拖一下吗？能拖一下，我们能来。很残，新疆也很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能杀吗？杀完好像有机会能。好吗？掉吗？我这个 EQ 没中，空了，走。TP了。往上面走，往上面走，走吧。塔姆跳过来能杀他的。小心啊，快走，快走。走的。我们大龙能去那边尝试一下不？啊，没视野哦。拿个红回点血吧。我不用。我们开不了龙啊。我们有没有机会呢？这边。这可以抓人，但是不能大了，我有大了。这个 AD 没双，我能开他，我能开。等我个推推棒，等我个推推棒，就杀他，就杀他，我大到他，他就死了。过来。好。他死了，他死了。
他们也没到，他们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要不可以逼大龙啊？可以逼他尝试一下逼大龙。你们过来吧，过来吧，过来吧，过来吧。他身上有个红，稳的回血的。让北风在外面垫着，他们就很难受的。这位我们可以。来，小心。他不会来的，他不会来的。啊，有蓝 buff， 这边怎么说？蓝枪，蓝枪没 E， 蓝枪没 E。啊，小心别被秒了，你一秒就不小心。已经组织不了。他是不是交成了？交了，交了，他没事了，要事吗？啊，要不没事了吧？算了吧，算了吧，没事了吧？汤姆大快好了，汤姆大快好了。可以看冰女吗？上路线给我，上路线给我，差点钱。我没眼了，冰女在绕我。哎，他们想打我们，哎，主播要不？能走吗？我。要先闭，要先闭，要先闭，要确实得先闭的。给了就给了呗，能守就守，守不了算了。两分钟龙，他们 AD 没闪，现在团好团。我们北方也成型了，找他们打架呀，再不能找他们打架，拖到后面又记了。不用拖这个小龙，不用拖这个小龙，等我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逼大龙。等我啊，你们一定要等我。OK OK， 他们金刚鱼又不在，直接要么就直接开，说实话。等我来可以直接开的，真的。对啊，视野排一下就直接，对，真得提速了，再不提速真的太急了。要不直接等一下，等一下，我看能不能。要不就直接动吧。背个锅子，没人呐，兄弟。这里，我们这边。要不先按小机会绕后，你们先打吧，我绕了，你们看这个位置。OK， 我们先打，我们先打。我那阿南枪的呀，要不就打人吧，出来打人吧，兄弟们。那我看我来打人，来打人，来打人。他们 ADC 在这 ，ADC 在这 ，ADC 开到了。已经死了。塔姆没闪，我直接阿塔姆了，不管了。别慢慢打。立上卓。我这个 E 接中亚可以开的很好。啊！搞笑，把他没事，应该能杀。来直接踢这里就好了，不用踢后面啊！哎呦，来不及了，正面。能打掉吗？我能杀他。OK， 扛一下。小龙，快准备小龙。然后叫那个闪，一进来，然后就闪。没事，让他打开点状态。操，没想到，不然我去外面他可以牵扯他。然后我不知道到底我要不要闪现去吸他。你吸了我也秒不掉他。没有，感觉他太肉了。哎，是沟通问题。下一波，先不说上波了。还好吧。亚龙，我们包拿，他们南枪不在，但还是要注意他们开头。小心啊！哎，推到了。能退一下吗？我补大了，这个位置我补大招了。我闪现一根。可以打。拉扯一下。小心别被秒了。拉扯一下。我十秒有大。再赶。他们在等南枪啊，我们先打龙波。拉扯。我这波看不了很多人了，破一下，感觉还得开人啊，这不成，我们还能超过。蛤蟆给我回点血，兄弟。你吃就行了，小心那个位置，主要是。青钢已经绕后了。他们想拼血。我阿南枪可以。先 A 着，要么大南枪直接先把龙打了，先把龙要不要上。卡面。我在打。蓝枪一丝血。调闪了他。没事，这是调分红，没事。没事，青钢你就闪了，青钢你。哎，我打不过他，他差一丝血。被炮哥有点厉害。他就踢到二的角度。没事，这条龙。看一下我这里。作用不大的。对，这种还好的，没事。等一下，我看没人呐。卡米尔残血被吃了，干嘛？可惜那里有个眼。我那还蓝枪的呀，要不就打人了。就如果就你满血的时候直接拉蓝枪，你能打得过他吗？
能打得过我打我拉他是一丝血出来的凯旋了，太厉害了。汤姆没闪，我直接拿汤姆了，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看我杀姆就是了。还行，现在打团还是能赢的。行，我们把这个直接弹吧。他们蓝也刷了。没事没事，应该是场面是破阵多了。我们要不得来他们蓝帮打。你们开吧，我反正跟大就好了，可以大可以保，随便。没等金属吧？你们看吧，可以大。不用不用不用，先打龙吧。哎，看这边吗？我随时能跟。踢后面啊！哎呦，来不及了，对面。我先带上吧，你们看一下我，他们可能会来抓我，这波回打。守一波吧，怎么说？这下路我也不好带啊。中路也不见了，但中路不知道他们怎么 转线的。我先给耀眼。啊，没想到。你能守住塔吗？我、哦、一个人肯定守不了。站高。这个位置他们没时间。我可以来，但是跟不上啊，好像。等一下中单。等一下中单。等一下吧。蓝箱。我处理一下下路的线吧。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谁要地图啊？推到了推到了推到了，我觉得整这个大王是最好的，不过得有点危险。拉一下拉一下，好，我这边，哎，这边其实可以看一下，他如果要过来的话。啊，我第一时间不在哦，第一时间不在。两边的是有点啊，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他一走他一走他一走。等我打个中亚吧，一波线就行。我差四百。等我个十五吧，我们就这个大。先给他换起来嘛。包下了，包下了，我们上路动手吧。来来来来来，这个还要操作吗？要救吗？别换，别换。我卡吗？他掉大了。塔姆和那个塔姆和那个冰雨都没大的，很残。哎呦，可惜塔姆的盾了。不先 K 给路啊！不先 K 给路，别死了！我要继续推这个。还好一，没死就好。还行还行还行。我来了我来了，其实冰女没闪，冰女没闪，冰女没闪没大，冰女没闪没大，塔姆没大的，塔姆没大的。能上弹枪吗？能上弹枪吗？补点伤害，补点伤害，塔姆没大 ，nice， 感觉能追了。牛可以追可以追可以追。Q 到了，冰女没大没大没闪，冰女没大没闪。冰女没大没闪的。追追追追追。我没蓝眼，我看不到。没事，我能照一下，别急别急。我有大，我有大，前边有大，谁不在？塔姆没大，塔姆没大，塔姆没大，我想绝对没大。我想直接流血流血流北方。好玩，大了吗？好像大龙了，大我。我们直接去大龙呗。还是顺便刷。没事，我们先过去，直接过去，这波跟他们 all in 了呀。不用怕了。可以，我觉得可以，他们好像都没踢了。直接来打，直接来打，直接还可以啊。怎么说？能不能先推？啊，中塔好像能点了吗？你拆塔快不快？我拆塔还行。但我们这边开始能吗 ？A 了呀 ，A 了呀。你们推了？我感觉别拆了，直接来大龙了。真的，这波被留了就没了。青钢影其实露头了，中塔其实可以点掉的。没事没事，来吧。没必要，直接来吧，直接。啊 ，OK OK OK， 我们直接绕后，我们打龙是吗？对，你们直接打吧，来来来来来。那我开了，在这边绕一下，你帮我扛一下这样子，你别出去。我得打人吗？我这边打人，打人靠位置。我可以看。靠位置。好，开。找到了那个。别急别急，没事。南枪。慢慢打，慢慢。等一下等一下，别急别急。回去大龙，回去回去大龙，回去大龙，回去大龙。大龙他们不要，他们不会要大龙的。继续回去大龙，继续回去大龙。上面给个远将走。关蓝枪，关蓝枪。给个远将。闪现关他，闪现关他，闪现关他。我没有视野了呀，他下来了，杀男枪吗？男，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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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吸到了，要交大宝吗？有啊有啊有啊！一死一死，我看等不住了，打不出来，我被他冰掉了。那边能赢吗？我不上了，我往这边看一下。去带线去了，我们要看线。开线，好，一起开线。啊，没闪，他没闪。看线，我去看线。金刚也没闪的。没事，我能杀。一丝血，一丝血，死了，死了，死了。那死了，那死了，死了。啊！什么东西？我切屏了，我操！来远古龙吗？远古龙，远古龙，远古龙吧。我们三个人能打吗？
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三二十六秒哎，他们塔姆和男枪，他们三个人来不及，来不及打不了两个龙。我闭了，我闭了，我闭了。你拆吧，你拆吧。我先拆吧，你先拆吧，我也。我可能继续游，没事，我们出来继续游，我们残就行了。OK OK OK， 但我大了 buff， 我这么大也好不了，我大了也好不 了，被拖一下。直接打，直接打，直接打。我没大哎。人来了，直接打，没事没事。你们可以拿个蓝。那拼抢不太好呀。你们让我先上就行。对对对对。我会直接开的，你们看我就行了。开就行了。你们看我就行了，让我先手，我直接开的。好，好，好，他有瞄准，他有瞄准。中路线要管，不用管，不用管，中路没线，中路没线。来来来，直接动，直接动，拉出来，直接拉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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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来。我大招二十秒啊！我大招先拉十秒，没事没事。我们不平衡吧？平衡别急，准备停手，准备停手，开团。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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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喷他们吧。我十秒不大，十秒不大。我二十秒，再干再干再干。我跟你说，没事没事，来枪枪，来枪来枪。他们 AD， 我保一下他们 AD 吗？能看他们 AD 吗？我死了，我退吧，退吧，退吧，退一下，退吧，我马上有大，现在又有大了。他们没打野的，别急，别急，他们没打野，退一下。我不怀有 TP， 别急。最好别打，最好别打，有大龙 buff 的可以回啊。但我没状态。他们打不了，他们打不了，他们真的。我没大招，我回不了吧？我感觉不能回啊。你回得了，回得了。我真回。真回得了吗？我回不了呀，他们会打的。他们想打，他们在逼人过去，他们不打，他们不打到底的。让他们打，让他们打，别急别急别急，他们不打到底的。七千，我又是被 Q 了两下，没事。你们别管他们打，让他们打，让他们打。等我，小心他们要走，他们要走，他们要走。别急哟，别急别急别急，我们接盘，兄弟，我们接盘。真接，打你打你打你。可以打，打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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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下了。能打龙吗？能打龙吗？龙龙龙龙龙，卡，完了。我吃过了，我没死，他们人都死了。能救？哦，我没死。哎，小心别被鸟了。没事。能龙回血了，他妈的！他们几个龙 buff？ 两个。拖一下吧，拖一下吧，我还是。等吧，等大龙吧，等大龙吧，没事。操他妈这个龙！三个人吧，三个人吧快吧嗯，我可以看兵女的。下一场，我对可以把线，可以把线清了，可以把线清，别开了。他们想，可能想直接开的，小心。把线清了就好了。清线就好了。他们想中路强开，好像有复活甲。塔下吧，塔下吧。清线，清线，清线，清线。实在不行就给让了，就没办法了。我们不能让两路吧？不让，可以清线。下路可以让，下路可以让，下路可以让。让下路守中路吗？先清中路线吧。没多少了，他没多少，只有四分之一了。先把中路线清了，然后守门牙，绕回来守门牙。他们要直接一波我们，这个门牙线得先。先守门牙，小心他们开团哦，小心他们开团。要留一下吗？他们大龙要消失了。不用，不用，别别别别别，不用急，不用急。到野区去打，到野区去打就好了。下路线得来守啊，我守太长，我守长。哎，你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我还有重要，我还有重要，我还有重要。你好像被吐死了。哎，我的，退一下，退一下，你能走吗，北方？能走，我能走，哎。把线能走吗？往前推。拉拉拉拉拉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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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走吧，走。别管了，管不了。卖了卖了，你走你走你走就行，你走就行，别管了，别管了，他走不了了已经。那我们要放两路吗？这种情况？
看他们看完什么想没有一波我们他们看一波我们买个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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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女好像没好像有大吗他大很快的他们大能刷出来有大有大我们压了打加油应该能守住了兄弟们我在这里守住了15秒没事没事他们都死了他们没兵了看脸上这个看脸上这个他要开大了 OK 感觉没波了我在波可以打可以打你留一下感觉能反一波兄弟们这边还能下吗他留一个吗看一下看一下我抽不好减速看一下减速我能把土伤害的一丝血一丝血男枪男枪男枪兄弟们男枪一丝血看一下其他位置他们可能你们得稍微看一下我稍微看一下我我有大我有大我有大没事没事没事我有冰女漏了就无所谓了看一下我有二零一我们只 A 塔看情况来啊不要不是一定要一波的不是一定要一波的看情况我先推下我青钢影没露头了青钢影我们打这个元武龙也行的打这个元武龙也很好打了这波团这位好像塔都不好推呀能推吗不行就来元武龙啊这会元武龙很好打的要不打龙团吧到他们塔里打不好打这波不要退回去吧现在还要逼一波吧这里看一下吧啊不行不行中龙太快了要不然先处理一下元武龙直接打吧好我能拉男枪还有一波马上出来了这波线马上出来了兄弟们马上出来了还有一波蓝不多了我一半的蓝能我可以少用点蓝时间用时间用上面我们逼大龙吧直接他跟青钢影不来正面我们感觉还不是特别难打我们四打四感觉对你们吃个蓝不难打不难打能我吃个蓝你吃个蓝没蓝没蓝啊你别跟蓝枪单挑吧他还挺肉的我能守住青钢影把果子也直接打大龙吗我等会开枪但是我下来慢点你慢点别下路把他杀了我们拿下不了把他杀了必须得把他杀了呀感觉一速住了其他的一速比我先打龙你追他你不会回血你得跟我一起追啊你们追他呀你追不了了那这样还元古龙吧他们可能去偷家了维鲁斯啊水晶复活了不会的不会应该不会的不会的他们就一个人不会的那不办法还有我避吧你避吧就你们两个死吧搞快就回了只能直接吃了他什么意思他想下路的手下下路的手吗什么呀能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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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200不活点我差200来来守一下啊中路线我吃了吧等会不用让把线推了就行了我中路拿波啊守住了 nice中路这波线给我收守住了这波我直接来开吧不然感觉要被带了我们有远古龙啊他们不好带吧这波来中等一下50复活甲
因为他龙刚刚没叫铲死的，没叫铲死。啊，他们 AD 没闪，没复活甲哦，没闪，没复活甲。看一下我这边，我没大北风，再稍微等一等。嗯，我这边随时可能打起来的。你们中路压出来，我在这边保压的。要不我就把青山给单杀了，他带线的话。可以，但是正好是中路，我们直接。有你在吗？我大好了，十秒钟。你们看看我这边。那谁啊？我打我很麻烦。我要从这边进，我要从这边进。给个蓝眼，我就把青钢影了，你们看，我这波抓到青钢影，他要死的。往前逼吧，往前逼吧。你们打，不用怕，我能打断他的 TP。得打架，塔出现进不去。往前面包下来，你抓这个青钢影，抓这个青钢影，你跟他打能打，龙骨龙该能单杀的应该。我们看中路打过吗？能打过吗？哎，踢了，救一下 ，boss 了 ，OK， 赢了，中线，中路，死两个人，直接有中线就一波了，中线，中线呢？下路没线了，哪里都没线了，先清线，别了，大龙，没事，等大龙，别急，不要急 ，OK， 要治疗了，他们 ADC 要治疗了，不然他们死。我直接打大龙吗？冰女没踢了。下来，可以拆一路吗？拆不了，我们线进不去，根本碰不到他。冰女没踢的。还是得换个坤哥。别急，这一会儿吧，龙团吧，大龙。不用急，下波大龙还是好打的，我们团战。好，不急。主要我们推塔是真碰不到塔的，那个线一下就没了。这波我逼了出来，哎，我们直接来大龙，他们跟我一起逼吧。我这波单杀不了青钢影了。我们直接开大龙。我打不了青钢影了，这波。中线，这中线我带不了。我先打龙，换不了。这个位置上面有谁？我这波没大，我不一定能保得住你啊，北风。在等你大吗？等你大招吗？30秒。我大要30多秒，要等大龙出来之后。我们得直接打，不能让他带。是的。那你把他劈过来吧，只要打的人够快，我们能打完回去的。我可以直接开的，你们直接来打就行了。你们这波线清完直接过来打，别看中路不好清，这波线不好清。要不就中路直接开团吧。别，转大龙，真的回家了，他打他，他偷。打完 B，直接打，赶紧 B。他们又破两路了呀！快，打完一波，没事。他们想一波，暂时没兵线。我操，一波了！哎，我感觉就来不及的，可惜。